天气转凉，明显气象署预报周四清晨受到冷气团影响，预估是这波冷空气最冷的时候，局部地区恐怕下探十度以下低温。明天清晨预估是这波冷空气最冷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各地温度是明显的下降，而且因为是比较偏干，云量较少，会有些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在北台湾预估是有局部十度以下出现的几率，要特别留意。未来一周两波冷空气接力影响台湾，周四西半部宜兰北部地区温度落在11度到13度，局部地区更要留意可能出现十度以下低温。周五白天一直到周六白天呈现回暖现象，但周六晚间东北季风再增强，虽然较前一波冷空气强度偏弱，但北台湾低温预估会来到15度左右。周六下半天开始，云量开始北部北台湾这边增多，有些带来降雨。那在周六晚一直到下周一，就是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会有些局部短暂降雨喽。周四到周六白天需要留意。迎风面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，其他地方大多维持晴朗天气。但周六晚间一路到周一，东北季风增强，东北部水汽也会逐渐增多，连两波冷空气接力袭台，早晚温差大，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，随时注意保暖。三立新闻高官宣萧文明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